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踩在浪花上。嗯，光头搁哪露头了？ 感觉好奇怪呀！露头呀，露头就被发现了，我操！后边王什么意思？ 三弟再换血吧，兄弟们！三弟之前没得整啊！我准备好了。 哎，包西的这个，我操！我刚刚说你要出控盘了，你这是出了什么？加冕为王呀！我说这个能出吧？你闹麻了呀？你这个半个控盘了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多少个中呢？我呆了，真惊呆了！你这个礼物有点帅的，你这个是几个中的呀？这个5000呀，这个藏宝图呀。 你看这个情书的礼物呀，它10块钱中5000吧，10块钱最多中5000，1块钱最多中1300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靠，你10块钱中5000，闹麻了，没 Q 吗？ 你50抽到的吗？那也血赚呀！和你5000的礼物，你50块钱抽到5000礼物血赚呀，有点牛逼了，知道吧？我刚想说你要出控盟了，你知道吧？结果你就出了个大礼物，真的。搞个牌子，搞不出来呀！搞个牌子还得中个控盟呀，中个控盟，我感觉牌子就好出了。 只要中个控盟，我就能定制牌子了。我感觉挺难的。行，你要跟我双排吗？你中号了是吧？不行，你是要跟我双排，还是要我打那个好朋友的呀？我那个好朋友不是。 我拿什么给你双排啊？没号，肯定定制我的呀！你看他定制一个空棚，一个加冕为王，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那个叫什么，就可以定制那个牌子了。 情书的新礼物，情书的新礼物。哼，大老虎，你要不要试试100个情书一发入魂，直接出个坑棚？大老虎，感觉你有这个魄力。蓝色吗？
你什么时候要双排啊，宝琪？我买策划生词。 光头，光头，兄弟们有大的。七点太晚了吧？七点我都下班了，真的。<笑>我现在有点怀疑你真认识点人了。 你那个操守说出就出，这个王冠十个星座中王冠，我都有点怀疑你了，包西，我兄弟，你这个运气好的离谱呀！进步。 打不动，光头，说实话，打不动。我也减速你。在那儿。 大爷得来帮我一下呀，兄弟，我没线权，太弱了，完全没线。别怕。Rampage。 看到没？就等大爷来抓，有状态来等大爷来抓，就能抓死，只能这么打。疯了。 我操！哎，早知道不上了。我看太奶奶，我想反杀，兄弟们，妈的！哎，怎么变羊了？他这个伤害就打不出来了吗？
棒子还有闪的吗？没闪好像。打个闪也行，波比估计有闪现。 那我俩杀同一个人，没一起来。哎，我想等破败王过来我再交易的，怎么不比直接给钉到墙上面了？我操！夫妻带的是西带和超然。 咱变身就炸了，兄弟，真的，咱变身就炸了，没闪现的，他的闪没好。 这波金克斯不死，我立功了，因为上波对面 AD 能走吧？我没状态了，兄弟们，领一手吧。真的是玩的凶啊，就是不让他回家。 少人，极限闪现，兄弟们，AD 是不是来了？ 快走！就这意思，我不给他这个打我的机会。风暴没用啊，出不了。
我们下两次得买杀戮进场去卖了，开团。你就非得烧，怎么？踩一下 Q 拉开，踩两个，能不能收割？一起来一个 Q dead。 带走，帅，上票。 厉害的，很高的。 打太慢了，不想打，打完掉个三分之一血，没必要。 伤害真不够啊！我觉得伤不够，算了，没必要。我刚看到破榜有影子，不给这个机会了。 能接能住吗？来不及，原来没挂，我操！ 早给露露挂点，他直接就死了。我神技能了，看他这个血量又闪现了，我操！问题不大，一波叠八成输。 瑞文二打四都没问题的，走吧，他们不出来，我们就大龙。
这种想杀我，坏了坏了，能救我一命吗，打野？我闪现拉开，就是，问题不大，这个点呢，坏。 我操，三昧真火呀！扛不住，我们进个自扛一波了。不打，还剩一点。